Pranologies， 我是阿育吠陀医师 July。 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练习在 Vata 季节平衡 Vata 能量，加强 Agni 代谢火的阿育吠陀瑜伽。先将身体带入一个舒服的坐姿，每一次吸气感受背向天花板延伸，每一次吐气感受自己坐得更正。请将注意力带入你的肚子，每一次吐气时将肚子里面的气吐干净，吸气自然的吸气，吐气吐干净。感受你的肚脐在吐气时收入下背。我转个方向示范给大家看，吐气时肚脐向内收。对于唱诵有兴趣的同学，也可以在每一次吐气时加入种子音 R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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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M。完成你这个当下的吐气，接着我们站到瑜伽垫前方，感受自己与地面的连结，双手合十 Tadasana。 吸气站姿后仰，吐气四拍站姿前弯，右脚踩向后方，吸气后仰，吐气四拍带入下犬式。hold 住你的呼吸，膝盖、胸口、额头贴地。下一次吸气，身体自然的后仰，带入眼镜蛇式。吐气四拍，回到下犬式。吸气，右脚踩向前方，后仰。吐气四拍，站姿前弯。吸气，身体带回 Tadasana。吐气，双手合十，回到原点。吸气，站姿后仰。吐气，四拍，站姿前弯。下一次吸气，左脚踩入后方，后仰。吐气，四拍，下犬式。守住你的呼吸，膝盖、胸口、额头贴地。吸气，眼镜蛇式。吐气四拍，回到下犬式。吸气，左脚踩入前方，后仰。吐气，站姿前弯，四拍吐干净。吸气，身体回到 Tadasana。 吐气，合掌四拍吐干净。重复这样子的循环。吐气四拍，站姿前弯，右脚踩向后方，吐气四拍下犬式。hold 住呼吸，吸气眼镜蛇，吐气四拍回到下犬。右脚踩入前方，吐气四拍站姿前弯。吸气 Tadasana。吐气合掌 Anjali Mudra。 吸气，吐气四拍站姿前弯。吸气，左脚踩入后方，吐气下犬。吐气四拍回到下犬，左脚踩入前方，吐气四拍站姿前弯。吸气 Tadasana。
吐气四拍，合掌于胸前。对于唱诵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开始加入唱诵，在每一次吐气时，右脚踩入后方，吐气 ，Ram。吸气，眼镜蛇，吐气，下拳 ，Ram。右脚踩入前方 ，Ram。吸气 ，Ram。Ram。左脚踩入后方 ，Ram， 吸气眼镜蛇 ，Ram， 左脚 ，Ram， 准备好下一轮，最后一轮。Ram， 吸气，右脚踩入后方。Ram， Ram， 吸气，右脚踩向前方。Ram， 最后一次。Ram， 左脚踩向后方。Ram， 吸气眼镜蛇。Ram。左脚踩入前方 ，Ram， 站姿 Tadasana，Ram， 感受这个当下的自己，肉体、能量、情绪。接着，我们将身体带入瘫尸式，背躺在地板上，两条腿比髋关节宽一些，手可以自然地放在地板上，也可以放在你的腹部上方，或是一只手放在胸口，另一只手放在肚脐上，感受你的每一个吐气，吸气 ，prana 自然地进入你的身体。充满着你的胸口、腹部，吐气 ，prana 缓缓地离开你的身体，腹部清空了，胸口清空了，吸气，和缓而滋养的，吐气，完全的释放。将注意力停留在你的腹部，感受吸气吐气时腹部的能量变化。
现在将注意力带回你的全身，感受你的脚趾头、手指头，将身体转向右侧，呼吸顺了之后，下一次吸气，将手掌、手肘推向地面，我们坐入一个舒服的坐姿体位，坐正，身体是直的，大拇指、食指相交，另外三根手指头握拳，掌心朝上或朝下，放在大腿上。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肚脐，每一次的吐气，观想着这个种子音 RAM， 你可以唱诵出来，也可以做纯粹的观想 RAM。RAM， 接着自然的呼吸，感受肚脐后方一个温热的点，请不要想象它，感受它。在每一次吸气时，感受这个能量点的体积、热度、亮度增加了。吐气时，这个能量点维持它的热度、亮度。每一次吸气， prana 从全身汇集到这个点。每一次吐气， prana 孕育在此。吸气，能量点变热变亮。吐气，热度亮度继续维持着。允许你的每一次吸气， prana 继续灌注着这一把火。现在将你的意识、你的注意力慢慢从肚脐，慢慢从这个能量点带回你的全身。双手合十置于胸前，感受这个当下的你，肉体、能量体、情绪体。接着，请感谢你内在的自己，陪伴着你度过今日的练习，以及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。感谢你今日与我一起练习瑜伽。Namaste。